先洗技能啊。干！我会 GG 啊，各位观众，不会不会，这边开两只这个就好了，没有一回合，算好的，好，下一关有一个冻结围城，哈，这边就是要开埃及的时候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这边的话，先喷他一波啊。反正这边就是好活用那个埃及啊，活用埃及，好不好？不会死，不会死，别在那边乌鸦嘴。哦，活用埃及，然后下一关有一个冻结围城，这边的话开埃及，开埃及，把它炸掉。这关我真的觉得有这个木珠掉落加成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再来的话呢，我这边我们先炸一波。下一关又要干嘛吗？我们先直接打一波好了。但我觉得他这样应该就挂了。好，反正就是炸炸炸，然后打打打，炸炸打打打，弱化锁定围城啊，随便随便，不要理他，全部炸掉，然后直接转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就通关了。最后一关呢，有一个回复力变灵哦，这边就是要你用炸的，炸起来，炸起来，再炸起来。因为这对龙很多啊，所以它防龙跳的几率非常高哦，就这样就过了。那这一关的奖赏呢，是这个一个风头，一个风头，随便三小。哎，这个关卡真的不难啊，所以就比较简单。